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吃饭呢。外面冷吗？还行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啊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晚点回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回来啦。玩的怎么样啊？没有你一点意思也没有。衣服不错呀。我刚才天冷，朋友给我的。你搬走吧，咱俩分手。你疯啦！因为件衣服，你至于吗？我没疯，我现在很冷静。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别再折磨我了好吗？放过我好吗？你想吃什么，我就给你做好吗？真的不用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喜欢上别人。谁？是冰冰吗？行，算我瞎了眼。是我骗了你，但是那衣服是我前夫给我的，他来找我是为了小苹果抚养权的。他明天是找我说要上宾馆谈一下小苹果抚养权的问题，我一点都不想去，我也不想理他。但是我有什么办法？为了小苹果，我是不得去，我是他妈妈呀，我能怎么办？兄弟们咋办啊？我该不该让他去啊？